老板又在睡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夏总，你要的文件。小儿科，一会儿见客户，表格整理好给我。天天让我整理，这次我整理。向总，你的文件。这么快？喂！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向总，别生气，给你擦擦。干嘛脏的事情？你走吧。你这样穿去见客户不太好吧？你先穿这件。走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还不走？向总吃香蕉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想整我。给，我也不可能天天整你嘛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你今天晚上想留下加班了。那。总做点草莓雪人吃，再来点喝的。向总，圣诞快乐！你做的？对啊，快尝尝。这儿有水，给，快喝。哎呦我的妈！还生气呢？离我远点。你别生气了，给你捶背。去见客户了啊。哎，不是，向总，别说话，不说就不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给向总做一个至尊豪华版的面膜。谁让你在这吃东西的？我没吃。这个月奖金不用要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是单身奖，单身奖，五岁不打葫芦奖，全都别想要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我闺蜜，还是不要和你旧情复燃了。回来。怎么啦？下不为例。看到我手机了吗？是这个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向总，你的咖啡放那儿吧。哎，你把文件放哪儿了？在上面呢。给我老实点，回收站三张。快去吧。文件夹都哪去了？你要哪一个？这里边的合同呢？给你拿着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合同啊！我笔呢？这儿呢。你在逗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拿错了。这让我怎么写？我这里还有彩色的。表格做完了吗？就睡觉？这个没收，做完表格照邀。向总，向总，客户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就过去，在这给我老实待着。对，不要管他。你脸上有水没擦干净？行，我知道了。知道客户说我像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们说我像乞丐。是吗？你干什么？这样才像。我操！